怪你，也不哄哄人家啊，人家超想哭的，捶你胸口，大坏蛋，捶你胸口，好讨厌，要抱抱，嗯嗯嗯嗯。嗯，大坏蛋，打死你！我不要你赚那么多的钱，我只想你能多陪陪我。只要能和老公在一起，我就很开心，很满足了。嗯，那我以后明天在家给你做好多好多好吃的。嗯，你要多回来吃饭哦，我就再也不喝酒了。其实酒真的不好喝哦，刚刚吃东西喝了那么多酒，现在胃里好难受。老公，我要喝水水。喝热水，胃里暖暖的，舒服多了。可是我的头还是很晕啊，老公，能不能帮我按摩一下呢？就像我平时给你按的那样。嗯，老公按得好舒服呀！如果这样躺在老公的怀里，他都好像你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了。老公，好知道痛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。我是爱你的，才会吃醋，才会怕失去你，你也会一直爱我的，对吧？
趁着这个酒精，我们去睡觉吧。喝完酒之后，让人有一种美丽的感觉，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呢？走吧，老公。好了，下期场结束了，大家记得给主播点个关注哦。那现在开始开始做张宇 ASMR 了，我不跟你们聊天了，该睡觉的快去睡觉吧。KTV 5798，快点5798。上厕所。热毛巾，热毛巾泡一泡。
热的上有很多人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今天新来了好多新朋友，我可以不厌其烦地再给你们解释一下主播在干什么。可是我现在这样说话你听得到吗？听的话了，听得到的话，我就可以继续告诉你我在做什么。听来的话，你看到有下脚了吗？看到右下角了吗？右下角。